大家好，我们今天很开心请到了于老师为我们做一个旅行摄影的经验之谈。他去了好多地方啊，现在有请我们的于老师先介绍一下他自己，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我们的讲座了，谢谢。好，各位纽约摄影学会的朋友大家好，我叫威廉于，我是在旧金山。我的摄影生涯大概开始于20年之前吧，然后今年是第10个年头，我是开始带队，就带着各自摄影发烧友去世界各地去拍摄。这些年以来接触了很多朋友，所以今天借纽约摄影学会和梁老师的这个Webinar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点经验之谈。那现在就开始了。因为我是主要以我的摄影主要以旅行摄影为主，所以呢，我的摄影方式一般是比较注重于叙事为主，现在首先开始的是在旅行之前呢，我们总是要做一些准备。那我经常要接触到的一点呢，就是文件的备份用的外接硬盘很重要。因为我跟我的团员经常有这方面的沟通，因为在旅行当中，当你拍摄的过程中，最对你的文件，所谓的摄影文件的备份是非常重要的。最令人头疼的就是有时候你丢失了或者 reformat 你的那个 SD card 啊，把前面拍摄的照片啊什么都遗失了，或者丢失了一部分，这是非常非常遗憾的，因为有的地方你去的话
就一生当中也就是一次或者两次，尤其拍的好的照片，你如果 一不小心把它丢掉了，或者不慎把它 reformat 了，那你就非常讨厌。那我在这个这点时间的积累的一个经验里面，就是说我就跟大家讲，最好呢你有带两个硬盘，外接硬盘。如果你的 computer 或者带一个 laptop 有足够大的 space 的话，那就它可以作为一个硬盘，但你还需要另外一个外接硬盘，最好做两个备份。我有一个非常 strict rule， 就是说每天晚上我们等我们摄影回来，不管你多少累，我一定要把我相机里所有拍摄的照片全部备份到这两个 hard drive 这两个硬盘上去，那就保证我所拍摄的照片会有在两个地方保存好，哪怕就有一个算丢的话，那至少我也有还有一个备份。然后呢每天晚上我就把我照相机里的那个SD 卡里面的照片我把它全部 reformat 了一下，所以每天早上重新去拍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永远是有完全干净的就那个 SD 卡，不会去再去想哦，昨天的照片在哪里啊？或者这张卡用过还是没有用过？这个事情就完全不用去想，因为我已经很安心，我的照片已经在这个两个硬盘上面。不管你多累，晚上我就会执行这个备份的任务。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会在旅行摄影当中，我总会随身带一个。像这样，这个我带这个 Lume Cube， 它是这个 LED 的很小的一个 light， 这个 light 非常方便，尤其在你需要的时候，比如这张照片我是在那个玻利维亚的那个 Uyuni 的 flat，Uyuni 那个 salt flat 拍的，这个时候呢，拍摄那个 galaxy 或者那个银河，你需要一个比较有趣的前景，那正好我们这两部吉普车，结果我把它当做前景。但是在晚上完全漆黑的情况下，你如果一点灯光都没有的话，两部车就黑黑的，这就不太好，视觉效果上面就不太好。这样呢，正好我带着那个小小的灯，因为你开那个车子里面的灯的话，那会绝对是太亮了，曝光会过头，那就我带着那个小小的灯放到这个车子的里面，只要一点点的亮光，就像这样，你就可以拍一幅这样的照片，那这个光线的平衡就比较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经常会有晚上或者夜间进行拍摄，拍银河啊，拍那个星轨啊，或者拍晚上的夜景啊，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去欧洲啊，去挪威冰岛啊，你要拍北极光，那都是晚上在拍，那你就需要一个很好的头灯。但是呢往往人们会犯一个错误，就经常人们就听说头灯最好是晚上用红光，那红光对眼睛不刺激。是的，红光是对眼睛是不怎么刺激，但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缺点，就是说这个红光啊，你这个照相机里面的感应器对红光的感应非常敏锐，很容易就跑到你的照片里面去。你像这个我们在冰岛有一天晚上在拍，然后我们集体的一排人这里排成一排在这里拍摄，很多人就把他的红光 turn on， 然后就看他的调节自己的相机啊，调节他的 exposure， 但是那红光对在这个相机的感应器会非常非常的敏感，所以你们拍照片的话很容易就拍到照片里面去。你看红光其实可以泛滥的很厉害，有的红光强的话，你看在那个中景都被那个红光给污染了。而且有一点就是在后期的话，红光是很难很难在后期把它做到非常完美的把它扫掉。所以说我绝对不建议大家用红光，情愿用白光。白光的话呢还是后期相对好一点，但是呢最好有一个用一个比较好的白光会比较弱的。我用的这个呢就叫 Nikkor。它会最低的光度呢可以达到十分之一的 lum， 十分之一的 lum 会非常非常弱，但是在晚上用的话就足够了。就看你的相机上面的
那种信息的话就足够了，就不会 contaminate 的人是污染到其他人的那个拍摄的效果。你看这一个也是，这个场景是我们有一次在挪威拍极光，也是红光污染了那个我们的前景。还有一个一定要带的呢，就是镜头的试纸或者那个 microfiber 的 cloth， 这个我一直在 carry with me， 就是随身带。因为很多时候，尤其是拍跟水有关的，然后拍瀑布啊，像这个瀑布在冰岛的那个瀑布，你可以走到，这是个洞，其实是个山洞，你可以走到山洞后面，从里面往外拍这个瀑布。但是呢，这个瀑布的水会不断的跟着风刮进来，把你的镜头打湿啊，把你的相机打湿啊。你尤其在拍就是稍微慢一点慢门的时候，你尤其需要注意，你的镜头一定要得干净。镜头不干净的话，会上面有很多水花，水花很难在后期再把它处理好。所以这个镜头试纸啊，镜头布啊，就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也是，这个瀑布就在刚才那个冰岛瀑布离它不远，大概100公尺左右，有一个在洞里面。这个洞里面呢也是非常潮湿，这个瀑布不断的有湿气给打出来。那你如果没有你的手上没有那个布啊或者试纸的话，那你的镜头肯定会沾上很多水花，那这样拍出的效果就绝对不会好了。好，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下器材。很多人初学的人都来问我们说于老师啊，我买什么相机好，或者用什么相机好。以我的观点来看，在现在这个时代，任何的单反相机或者无反相机，就是比较现代化的单反相机和无反相机都可以。不管是哪个牌子其实不重要，佳能、尼康、索尼、Panasonic 啊，这都可以，因为它的感光的效果、感光器的效果和那个镜头的啥都基本上都没什么大问题，就是我们一般的拍摄来说都没什么大问题，除非你真的要 pixel peeping， 你要 compare， 你要比较哪个感光器最好的啥。我个人是以前是用 Canon 的，大概在5-6年前我换成了索尼，因为 Canon 我觉得它不在。那个时候好像停滞住了，不再 innovate， 所以我换成了索尼。我建议大家出去拍的时候，就是比较 serious 拍摄的时候，尤其是长途旅行啊，到很远的地方啊去拍摄的话，最好能够有一个备用的相机，因为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你如果只带一个相机的话，碰到任何情况，或者坏掉了，或者丢失了，或者里面什么 function 不 work 了。或者进水了，或者掉到水里了，那就完蛋了。如只有一个相机的话，那你只能用手机拍摄了。所以我一般出去的话，我就建议大家你最好带一个备用的相机。如果你没有备用相机的话，就租一个也可以啊，就跟你相机差不多了。你用 Canon 的话就租一个 Canon， 你用 Sony 的话就租另外一个 Sony 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带一个备用相机或者两个相机的话，那你就可以一个相机上面放一个比较 wide angle 的，就是比较广角的镜头，比如说270，这种比较通用的镜头在上面，另一个相机比较带一个就是说长焦的镜头，或70-200啊，或者100-400啊，这很多情况下，那你就碰到需要拍摄的情况下，你就不需要换镜头，尤其在比较 dusty 的地方或者沙尘啊比较多的地方换镜头的话，那就是说你相机里面会有很多 dust spot， 这对拍摄的效果也不会好。所以说最好有两个相机，这样的话你就更加灵活一点。尤其是很多情况下你需要街拍的话，你会需要比较快的反应的话，那你有一个这个镜头比较快，比较广角的，然后你看到另外一个情况你需要一个长焦的话，你马上就可以用。至于镜头呢，我一般出去旅行的话我就带三个镜头，因为你不可能带的太重嘛。相机包其实里面已经很多东西了。越重的话对我来讲就是我现在的情况就是我要减重，不断的减重。所以用镜头的话我一般只带三个。我现在一个广角的，我是有一个
1224 F2.8 这索尼的镜头，然后带一个2470，那是最就扫街的镜头，再带一个100-400，因为我喜欢比较100-400，我觉得它比70-200还可以更加通用一点，也更加多的情况可以用100-400，有的时候你70-200就不够长，所以我的 recommendation 就是说，如果你带的话，三个镜头一般可以满足基本上 99.9% 的情况了，除非你有特殊情况，你要拍摄，比如说你要拍 macro， 拍 macro 的话，那你要么就带一个需要多带一个 macro 的镜头，或者是买一个佳能的那个500D， 它有个 500D 的 macro lens， 它是77mm 的，你可以把它装在你的70-200上面，但马上就70-200就变成了一个 macro 的镜头。其他的话我也想不出以什么更好的方法来减重了，我已经减到最低了，就带三个镜头。还有一个是往往最被忽视的一个，就是说很多人，我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很多朋友在出去旅行拍摄的话，脚架不够稳定，因为他们对脚架，就说你买了几千块钱花下去了，或近100块钱花的镜头啊、相机啊都是最好的，然后偏偏带一个脚架呢，就是非常烂的脚架，一个比如说是一个塑料的脚架，或者在 Camera Store 随便买一个脚架，往往在一般的情况下，你碰到风大的话，那个脚架抖动会很厉害，而且很多时候我看到他用的那个头，这个头不适于我们这种摄影的头，就非常 clumsy， 就是很难把那个，他自己也不知道把那个相机怎么粘上去啊，粘上去以后怎么稳定啊，有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很容易掉，所以说我的推荐就是说用脚架，关键看三个最重要的点，你要需要怎么样脚架，一个是稳定性，一个是可携性，一个是用什么样的头。稳定性当然是不用解释的，因为你用脚架的目的就是要稳，你拍出了照片才会好，尤其在那个你的快门比较慢的时候，你就更需要有脚架，你在晚上的话绝对需要有脚架。那当然另一头就是说，我旅行摄影，我带的东西越轻也好，越少也好，那我脚架就越轻越好，因为可携性和稳定性正好是这两头，你不可能全部满足，你轻的脚架你不可能稳定，你最稳定的脚架也不可能轻。尽管现在的脚架已经，它用的 material 已经发展到很好了，就是说一般我所推荐的脚架都是 carbon fiber， 也就是说市面上现在最轻的脚架基本上都是用 carbon fiber 来做的，当然 carbon fiber 里面也有不一样，因为它 carbon fiber 的质量也不一样，所以就是说我就建议朋友们用脚架，就是说要减你所最能承受的最重的脚架，也就是说你所最能承受的，你可以最拿得起来的长期出去旅行的最重的脚架，那它能提高你的那个拍摄的稳定性。然后头呢，我以前用过什么 pistol grip 啊，那种头啊都不行，最好的头我觉得用到现在还是球头，就是 bullhead， 然后 bullhead 里面也有分嘛，就是要比较 solid bullhead， 不要太小，因为你至少这个 bullhead 可以承受你的相机加上你最重的镜头的分量，因为每个 bullhead 都有自己的承重，你买的时候看你的相机多少重，然后加上你最重的镜头，你这个 bullhead 能不能满足，这样的话就可以了。然后我一般出去带的滤镜就带三种最常用的滤镜，一个渐变的中灰镜，渐变的中灰镜我一般带三个 stop 的渐变中灰镜呢是最versatile， 就是在任何情况下你要把那个高光打低的话，三个 stop 是最最 versatile 了。
那就你就不用带上一个啊，或者两个 stop， 三个 stop， 或者五个 stop， 你这样带了太多了，也太多也太重，所以一般带我就觉得一个三个 stop 的渐变中会进，再加上一个六个或者十个 stop 的中灰滤镜，中灰滤镜也非常非常有用，尤其是对你要 smooth 你的在拍摄那个风光摄影的情况下，或者你要把那个水面拍摄的非常 smooth， 或者你要把那个云拍的非常 smooth， 那在白天或者高光的情况下，你就需要用中灰滤镜了。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用的最多的，也就是偏振镜。偏振镜一般都会带，偏振镜在一般的情况下就用于把你或者要看到水里面减少水的反光，或者减少那个树叶啊或者森林的那个 glare， 树叶上的 glare 就需要用到偏振镜。然后有的时候你会碰到一个重叠的情况，在有的情况下你需要用渐变镜和你的中灰滤镜重叠，这样就需要把中灰滤镜放在最靠近里面的那个槽，这是一个一般的那个就是那个镜架，渐变镜的镜架，它一般有几个槽，两个或三个槽。你如果需要重叠滤镜的话呢，你就需要把中灰镜放在最里面，然后把渐变滤镜放在第二层。这个很重要，这是一个光学的原理。然后呢，我就不主张用那个在渐变镜里面，我主张用这个会上下移动的方形的渐变镜，不要用这个圆形的渐变镜，因为圆形的渐变镜一旦 attach 在你的镜头上面的话，那你的那个构图啊就不能动，因为你构图一动的话，这个渐变镜它那个渐变的那条线也跟着在动了，那你就要变得反过来，你去用你的构图去适应这个渐变镜，所以我一般都不提倡用这个圆形的渐变镜，用那个方形的渐变镜。方形的渐变镜你可以上下移动，然后用它来根据你的构图来调节。一般就是用这个渐变中灰镜的话，都是要把那个天空的亮度压暗嘛，所以你会上下调节来根据你的构图来调节。这一张在黄山拍的，这张我就用了一个三个 stop 的渐变镜，把那个天空的亮度压暗，不然的话天空就过曝了。所以这一张呢，它的那个 dynamic range 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渐变镜就需要。这张也是这张在桂林拍的，这也是用那个渐变三个 stop 的渐变镜把天空压暗。这张也是桂林，也是用三个 stop。这个呢是在挪威，这个呢就是讲到了用这个中灰滤镜。你看上面这一张图就是用了中灰十个 stop 的中灰滤镜，三分钟的 exposure， 三分钟的曝光。然后下面一张图就没有用中灰滤镜，是六分之一的曝光。明显的下面一张图的里面的水面啊还有天空啊就比较凌乱一点。然后你用了中灰滤镜以后，你就把水面啊和天空啊全部 smooth out， 有一种比较 dreamy 的感觉。这两张图也是一个对比。这在那个上个月我刚刚去的那个 Texas 那个 swamp 拍的，正好是日落的时候，光线非常漂亮，照在这棵树上。左面这张呢就是没有用渐变镜，没有任何的滤镜来拍的，你看那个就光圈啊，那个快门就稍微快一点。然后右面这张呢右面这张呢就用了 six stop 的那个中灰镜，这样的把水面啊就把它 smooth 了，然后你看它的反光就比较有意思，
在水里的反光就比较有意思。这一张在挪威，挪威的 Lofoten， 用了 六个 stop 的那个中灰滤镜，把云还把那个水面的反光全部把它 smooth 了，看上去像镜面一样。这张是我今这个月上半个月刚刚去了一趟那个 Death Valley。在 Death Valley 拍的，正好是在快日落之后，就用了一个 10 stop 的那个中灰滤镜，把那个云的移动把它全部 smooth out， 正好可以凸显这个，因为山是不会动的嘛，正好云在动，这个照片就凸显那个云在动，山就更加凸显出这个山的各种色彩和它质地。这个是在挪威的一个小渔村，挪威北部的一个小渔岛啊，我用了一个十个 stop 的中灰镜，把这个云，拍成这个样子，就像在流动一样。还有这个是一个偏振镜的其中的一个用法，就是说这张。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吧，在上海的第二高楼，现在那个环球金融中心拍的。环球金融中心呢，它最高的地方那个 observation deck， 它有很厚的玻璃，你不可能跑到外面去拍，因为都要透过玻璃拍。那透过玻璃拍的话，往往会有反光嘛，所以这个时候就比较好的就想到了可以用偏振镜，偏振镜把那个反光可以cut掉。但是有一点就是偏振镜这个时候你必须完全把它抵在玻璃上，跟玻璃完全的切合平衡，不能任何的角度，这样的话会有其他的反光进来。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 make sure 这个玻璃是没有涂层的玻璃，如果像那种玻璃叫飞机上那种玻璃，因为它有涂层，那偏振镜就不适用，它那个时候用偏振镜就会有某一些artifacts 会出来在照片里面。但这张照片的话就是用了偏振镜以后，我把 cut down 很多这种不需要的反光在里面。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话，我觉得各位朋友拍摄最重要的拍摄的在现场拍摄的辅助工具就是这个直方图。尤其是现在有了无反，因为单反相机的话你可以拍摄了以后你可以看到。而无反相机你在拍摄之前从你的 EVF 啊或者从你的 LCD 里面你直接可以拍摄之前就可以看到你的直方图。那要拍摄一个最好的噪音最那个噪点最低的，然后你的曝光最好的，然后为后期做最好准备的照片就是这个直方图，帮了非常大的忙。为什么？就是要尽量把所有的信息啊，这你构图里面的信息也就是这个直方图往右打，但是不能在右面不能有高光，因为高光在右面的话你就会过曝，但是你也尽量往右面把这个直方图用你的快门啊把它打到偏右一点，尽量让所有的直方图大部分的 information 全部在靠右边这一边，因为靠右边是比较亮的那一边，那你的 information 就最多。然后你在后期制作的话那就更方便，因为 information 最多的话你就可以 push and pull， 就是说你要怎样调节对比度啊什么，你就比较你的余度就比较大，而不会破坏那个你的照片的完整性。但如果你曝光过头的话或者曝光不到的话，那你就很有一部分的地方就会有完全的白或者完全的黑，没有任何的 information， 那就没有 detail 了。所以拍摄照片最现场拍摄最重要的工具就是这个直方图，而且，我觉得个人的体验来说，我从来不用 JPEG 拍摄，因为我觉得 JPEG 的话，就是照相机为你已经做了后期处理，你得到照片已经是照相机认为处理好的照片，你以后再很难在后期再处理它，因为它已经被压缩了。
所以我拍的照片全部是用 RAW， 然后回来之后呢，那我绝对会用后期再制作，因为 RAW 的照片有一点 RAW 的照片比较 flat， 就是说它的对比度啊，它的那个质感啊，都比较色彩的和那个明暗的对比度都比较平。那你回到家的话，你必须要做后期处理，不能说我拍了 RAW、我就直接把它 export 成 JPEG， 那你跟 JPEG 没有什么两样了。但是有一点个弱点，就是 RAW 它本身就为了你要做后期处理，它的本身所有的信息在里面的话，它就比较对比度的比较平直。那你做了后期之后，你才能把那个照片的portion pool， 把里面的色彩啊，把里面的对比度啊强化，然后才能做成最后的你所要的照片。所以我觉得拍摄照片其实是第一步，然后后期才是第二步，你最终要完成的。所以不能说我拍了照片了，马上回去以后把它放在网上 export JPEG 出来就好了。那往往是达不到我所要的效果的。那与其这样的话，你不如你说我不做后期的话，那你还不如在照相机里面直接 set up 你的 picture style。你说我喜欢哪个 style 的话，那照相机直接把你的后期就做掉了，那你也不用再做后期了。就是说，那你拍 RAW 也没有意义啊。你这样不做后期的话，那你直接拍 JPEG 就算了。OK， 因为我的旅行中，有的 trip 可以说是去风光摄影为主，要看去哪里。有的 trip 就是需要街拍，拍人文啦、风俗啊，所以我接下来就是说我所体会到的、所用的拍摄街拍的一点技巧。这张是在那个西藏，四川的藏区拍的。我一般拍街拍的时候，尤其是拍街拍的 portrait， 我喜欢用那个70-200的镜头，70-200镜头呢，然后我带着70-200 f2.8， 然后我用200的头，就用200这一头，然后 f2.8， 我发现那个效果非常好，尤其在背景虚化上面，那个70-200在200啊。millimeter， 然后 2.8 的话的效果非常好，而且速度又快。这呢，就拍这个人，这在印度。我去印度是我最喜欢的拍人像、拍街拍的地方啊，那个实在是太好了。尤其印度的南部，人们也比较接受，我们做街拍。然后呢，那它实在是太 colorful， 然后各种各样的 culture 也非常多，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呢，就一般就用光圈优先，我光圈就放在f2.8， 就最大的光圈70-200的话，然后其他就不用担心了。你接下来只要你我注重的是怎样构图就可以了。然后曝光的话就是用那个exposure composition 来调节嘛。我街拍一般都喜欢，尤其是拍人像的话，我就都喜欢把那个背景啊，把它虚化。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要拍移动的物体，或者动感的情况下，那就需要用快门优先。这个情况就是说，像这个在上面那个图在缅甸，这是在缅甸的曼德勒。有一天早上我要拍这个撒网。那拍撒网的话，很明显的最重要就抓住这个撒网的这一瞬间嘛，它是比较快的嘛，当然你需要用快门是最重要的考虑，那就用快门优先嘛。那我把快门就事先设到1/500秒，然后由相机去决定其他的光圈也好啊，或者 ISO 啊，这张就是快门优先。然后下面这张呢，就是说这在 San Francisco 的街头，有一天下雨，但我需要的效果呢，是把它拍出来，用 panning 就是用镜头啊跟着这个人移动，panning 的话呢，就需要快门的比较慢一点，然后根据他的速度来移动你的拍摄的同时啊，移动你的镜头，这当然呢需要很多
try and error， 就是你要试，你要不断的试，看哪个快门比较适合，拍出来效果比较好。这张我拍出来的效果，我觉得这张比较好，这个快门是两分之一秒，比较慢了。这也是用快门，有些人就把它设定在两分之一秒，然后就不断的试。我有的时候是四分之一秒啊，八分之一秒啊，或者一秒钟啊，你不断的在试，总会有一张你拍出来效果比较有意思的。在街拍的传统的街拍的话，一般的人呢就喜欢摄影师呢就喜欢用 35mm。因为这个 focal lens 是传统街拍最通用的 focal lens。你看这种传统的照片拍出来基本上就是用35毫米啊或者28毫米的镜头。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非常 easy 的计算快门的方法。也就是说也 adapt, 大家不知道听说过没有 ,Sunny 16 rule。所谓的 Sunny 16 rule 就是在一个晴天的情况下你要怎么来估算你的相机的好的曝光值呢？就是说在晴天的情况下把你的相机设置快那个光圈设置到 F16, 然后你的曝光的快门就是你的 ISO 的反数。就是说你的 ISO 是100的话，那你的快门就是100分之一秒，你的 ISO 是200的话，那你的快门就是200分之一秒。这个就是大约就是来估算在晴天的时候拍出来的那个效果曝光最佳值的照片用的是这个 exposure。那这样的话你用了这个公式的话，你去拍摄的话就不用，一旦设置好了这个你就不用再担心去调节你的快门啊或者调节你的 ISO 啊，你就完全一心一意的去你 focus 到你的那个 composition 你的构图上面。然后呢在街拍的时候根据这个呢，因为街拍的时候你的 subject, 你的主体往往是会动的嘛，因为人会动物，你的街上的车啊什么都会走流动嘛。不是一个像拍风景一个固定的地方。那你就需要把你的 ISO 调高。你 ISO 调高的话你的快门也就更快了。就根据刚才那个 Sunny 16 rule, 那我把我的快门啊我把那 ISO 调到400分之一秒啊 ,400,ISO 是 400, 那根据刚才那个 rule, 你的快门也就是400分之一秒。所以400分之一秒的快门的话在一般的街拍情况下都是足够来锁定你的主题了。因为一般人走路不会非常快嘛。在街上的走动都不会非常快嘛。一般400分之一秒都够了嘛。所以在晴天的情况下那我拿出一个相机上面是35毫米的镜头。然后我就把我的用手动把光圈放到 F16, 把 ISO 设到 400, 把那个快门设到400分之一秒。好了就不用动了。然后呢把你的 focal distance, 把你的对焦对到大约3米的地方，用手动对焦对到3米的地方。然后也就是说你这样对好了以后就不用再去对焦，也不用再去调节你的那个exposure 了。这样从你前面 1.5 米到无穷远的地方都是 in the depth field, same sharpness, 就都可以没有问题进行拍摄，人物不会模糊。这样的话你就完全不用去担心拍每一个张照片都要看你的曝光啊对焦啊，你就不用每张照片就不用去对焦，不用再去重新调节曝光了，你就完全注重怎样构图，不同的拍，不停的拍。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就光线如果变化了，如果从晴天变成多云了，那你说明那个光线变弱了。光线变弱的话那你就需要调整你的曝光了。因为光线变弱的话你如果还保持在原来的那个 ISO 400分之一秒的话那就会偏暗了嘛。所以你把那 ISO 再调高 ,ISO 调到800,如果是多云的话你就根据光线的强弱来调整你的 ISO。你像这张在北京拍的也是，那个就比较有一点云比较 patchy, 那如果我 ISO 400的话那就这张照片就偏暗了，那我就把那 ISO 调到800。
这样也是啊，这不是在完全 sunny 的就完全晴天的情况下，我把 ISO 调到白白。啊，还有一种拍摄我叫逆中模式，这个在四川的色达，色达这个地方，很难到，但是一旦到了以后，哇，那拍摄的机会简直太多了，那个到处是景啊。那个当地的尼姑啊、和尚啊，还有他们住的这点房子啊，完全是啊拍街拍的圣地。但是有一点，他们不喜欢被拍，那怎么办？然后我带了一帮老外在那里，还好我们都带着35毫米的那个镜头，那个相机，我带了那个Fuji的 X100， 就是一个固定头的35毫米的相机。那呢，我们就找到一个交叉路口，进这个佛学院有一个交叉路口，然后我把那个相机就放在那个地上，就根据刚才我所讲的那个定律，我把相机焦距和那个对焦点和那个快门那个 exposure 全部调节好，手动调节好，就放在那里，因为我知道每张照片都会清晰的。不会有模糊的照片，因为它离我们至少有 1.5 米的距离嘛。那我就放在那里，用一个小脚架放在那里。那然后把相机里面，我可以接到我的手机上面有一个 app， 可以接到相机。然后我就 app 里面，根据那个 app 里面，然后我就按这个快门，控制这个相机。这个相机快门它也没有声音的，那就很自然就不断的有尼姑啊、和尚啊他们走上来，就很自然的表情都会被记录下来。这个就是我叫这个比较逆中的那个拍摄了。这个也是，这个第二天早上，在色达，一出门正好碰到这三个和尚走过来，很远的地方，那我就把那个 X100 那个相机，我就拿在手上了，就垂在腰间，从腰间不断的按那个快门，其中有一张就是这个，无声无息。也没有声响，他们就这样的，他们也不注意你，他们的表情也就非常自然，这也是一个街拍的方法，当然不可能适用于任何地方。因为旅行摄影呢，里面比较讲究的一个就是用尽量啊，用抓住表情和姿态啊来叙事。所以我不管到什么地方，不管到任何地点，我就比较注重当地人在干什么，或者他有什么样的表情啊，或者他们在做什么东西啊。这一张在那个青海湖旁边，正好那天早上一早，正好碰到有两个人在梳理，给牦牛梳理毛发，不错不错。正好我就走到他们前面，用比较低的镜头，比较低的 perspective， 从下往上拍，这样的话这个。让这个牦牛就比较有那个 dominant 的感觉。然后这张在印度 Kerala 邦的一个 beach 上面，正好有一个法师在做什么法，反正有个什么 ceremony 或者他的 ritual， 我就观察了一段时间，我就发现这个姿势比较有意思，那就把它拍摄了一点下来。这个也是在设的啊，那我们从上往下拍，一天站在这个上面，正好看到这个三个小和尚背着东西过来，然后好像很开心的样子。这两张都在色达拍的，我很喜欢这个地方，太可惜了，现在可惜就回不去了。色达现在不允许外国人进去了，从2016年之后就不允许外国人再进色达了。我是2015年到了那里啊，还好拍到了最后一点东西。这一张呢，就是有在 Oregon， 我们正好吃完饭，一团人出来，看对面正好在屋顶上面有两个人在弄屋顶，然后他背边的那边墙。这正好是太阳光照在上面，反射很强烈，有个橘红色的。然后他们正好在 silhouette 里面，我想这个正好是一个 silhouette 的摄影。然后，但拍 silhouette 最重要有一点，就是尽量不要让你的主题有交集，
也就是说不要拍成这样。如果拍成这样的话，就是说很让看的人就很难辨识出这是什么东西。所以尽量把你的主题啊不要有交集，要有点耐心，等到他们分开的时候进行拍摄，然后就很自然很明显的就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嗯，这个是在印度的圣城拍的，正好拍到抓拍的一个，他们在那个街道上正好在剃胡子啊剪头发。就是在贵州的那个苗寨，就是中国最后一个带枪的部落嘛。如果去贵州的朋友的话，基本上都会去那个地方。这个我们有意的把他们安排到这个屋子里面，然后呢，我有意把他们放到正好靠左面有一个窗，让窗的自然光啊进来，然后自然光照到这一个动作上面，他们的脸上，这样的话就比较。拍摄的效果就比较好，所以很多时候拍摄你要看光线怎么样，根据光线来调节你的拍摄的角度。好，接下来我就讲一讲构图。我觉得构图是摄影当中除了因为曝光什么都是最基本的嘛，除了曝光之外，最最重要的就是构图。往往构图的好坏决定了一张照片是好。还是不能用。那构图的基本元素也就是线条、形状、三维结构、质地纹理、色彩、大小、景深。然后我一个讲。最重要的就是三分法。很多照片三分法是非常非常适用于各种各样的照片。你有的时候知晓也好，不知道也好，你会也会用三分法。就是把你的主题啊一般就放在把一张照片分成三部分，上下和左右，你可以都把它用线把它分成三部分，然后把你的主题放在这条线上面，或者这两条线交集的这个四个点上，或者附近，不用完全就一定在这个点上，附近都可以。像这张照片在霞浦拍的，就我有等它滑到这个正好大约这个位置的话。这样是就比较看上去 visually 比较 appealing。还有这张在冰岛的冰洞里面，正好有一个我们的团员去拍那个冰洞下面的有一个天窗。那我的构图就是把它放在靠左面的三分之一的地方。就像挪威的一个峡湾的一个早晨。我的重点是拍这艘船，然后这个雪山的背景，那我就把这艘船放在靠右面的三分之一的地方。这个是在 Bolivia 的那个高原的沙漠上面，正好有这个非常奇特的石头的一个像一个雕塑一样的自然风化形成的。那我就把这块石头构图的时候放在靠右左面三分之一的地方。这个是今年那刚带给去过的那个 Palouse， 在 Eastern Washington State。Palouse 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吧。它这个地方就是很多 rolling hill， 所谓叫这个地方他们叫 Tuscany in Washington State。把这个主题的这个 barn 放在靠右的三分之一的线上。这个在缅甸 Mandalay 拍摄的时候正好遇到这一对母女，母亲在教她女儿跳舞，然后自然的构图也是说这两者正好在三分之一线上。然后什么时候可以不用三分法？那在比如说你要拍一个完全对称的倒影，那就不需要用三分法，你就完全可以把那个 horizon 放在中间，那把所有的东西完全 symmetrical 对称的嘛，倒影本身就是对称的嘛。就是在Bolivia 的那个 Uyuni Sulfide， 正好薄薄的一层水完全像一面镜子一样，那我们在这个上面拍的话，我正好
我两个朋友他们正好给两个司机拍照，那我就拍他们，用这个构图拍一个完全对称的。这个是去今年刚去的那个 swamp, the Texas swamp, 倒影嘛，倒影就 perfect fit for 这样完全对称的构图。这也是 swamp 里面用的滤镜，十个 stop 的滤镜这样的话完全把那个水面的倒影虚化了。这个我们把三脚架也放在水里面。接下来就看到我们怎么拍的，这个完全用脚架要放在水里面，这个水其实没有根本没有什么动，所以很平稳的。这个是北京的景山上拍下去，它完全是 symmetrical, 左和右，左面和右面完全是对称的。这也是标准的一个倒影。在桂林完全对称。好，另外一个构图的方法就是寻找曲线。不管走到哪里，我要拍照片，我就一直在寻找有没有曲线，什么样的曲线 ?S curve 或者 C curve, 这个地方知道了就知道在霞浦，这个地方名字就叫 S curve, 你很明显的嘛。你看那个他们晒那个什么 CV 的杆子形成的一个渠道，船进出的渠道都是一个 S curve, 所以在摄影界那里变得很出名，那个地方就直接的名字就叫 S curve。 这个在元阳元阳的梯田，元阳梯田这一段正好是一个一个 repeating 的 S curve。 这个是刚上个星期拍的，在 Death Valley, 它的早上我们在沙丘里面拍，哎，我就抓住这个它的那个太阳的 shadow, 把那个沙丘很低的，因为早上那个太阳的角度很低嘛，把那个沙丘的 shadow 正好有一个 curve, 我找到了这个构图，把那个 S curve 拍出来。就是在新疆的喀纳斯，就是喀纳斯河，然后正好在它那个 four color 秋季的时候非常漂亮啊，这个构图也是正好有一个河，正好自然形成一个 S curve。就在挪威的一个 mountain pass,它那个公路，从上往下拍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不断的 curve。这个呢是 C curve, 那就是 San Francisco 一个 Highway 101跟280交汇的地方。也是用了慢门，然后把那个 traffic lights 就变成了 light trails, 然后这两个就是两个 C curve。下一个就是叫画中画。画中画就是说我们拍摄的时候用某一个结构来包含另外一个你的主题。就形成了你像画框当中的画框。这样的泰姬陵，这印度的泰姬陵。然后这个用这个门作为一个画框来包泰姬陵。然后这个用树来作为一个画框来包泰姬陵。这个就是用渔网来包这个。这个在缅甸去过缅甸英来湖的话你肯定会拍这个照片。这个用它的网来包含这个主题，划船人的主题。然后这个在印度的圣城用门来包含它这个做一个 ceremony 主题。导引线这个是比较 popular 的，就是说这个是那个你们纽约的 Brooklyn Bridge, 所有的线都把你的眼光引向中心的桥。
这个用这条路作为引线，引向这个 Mount Fitzroy 在那个巴特哥尼亚，这个地方拍摄的非常非常，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拍风景照的。然后就在冰岛，也有一天在夏天，就是其实在晚上12点钟的时候，2点钟的时候，因为12点太阳落，它2点的6月份嘛，有升太阳又升起了，这个时候我们正好找到一个废弃的一个 dock， 一个 pier， 把它作为它的导引线，然后把读者的眼光引向这座山和背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构图方法是对角线和三角形。这是在印度Jaipur 那个 Amber Palace， 我站在那个 Palace 的顶上，因为我们上去都骑在那个象背上去的。然后呢从上往下拍，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但是呢拍摄的构图很重要，因为你如果把构图把这条线条把它平的拍的话，那如果变成这样走动的话，那就缺少了一种活力。对角线就把它按照对角线来构图的话，就把那个照片的活力给彰显出来了。因为对角线往往会某一种代表了某种 energy， 所以它非常 dynamic， 所以这样构图的话，往往会这张照片就会比较生动而有活力。同样，这个在 Palouse， 这条路。我有意把它构图成从左上到右下形成一个对角线，这样的话就是让读者的眼光可以顺着这条对角线贯穿全图。这个是新加坡的那个一个歌剧院的屋顶，我也把它拍成一个三角形的构图。元阳，这元阳的山嘛，在八月份要秋收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一个三角形的构图，这样层层叠叠，就也是云南元阳啊，一天的早晨，那雾正好从山下面上来，很自然的一个对角线三角形的构图。这在缅甸的一个孤儿院里面拍的，曼德雷的一个孤儿院，正好他们中午吃饭的时候要祈祷，也是斜的对角线。好，接下来讲一个前景，尤其在拍风光摄影的时候，前景非常非常重要。往往你有前景有中景有背景，这张照片就变得非常有趣，可以带着你这读者的眼光深入这张照片。这一张在安徽的宏村，黄山脚下的宏村拍的，那天早上没有人，正好碰到一个老太太挑的四担菜出来放在这里，那我想这四担菜就是我的前景。我用这张照片用一个8mm的鱼眼镜头，所以用鱼眼镜头一个关键，你要离你的 subject 非常非常非常近，所以我基本上离这点菜大概就只有几寸的距离，所以用那个脚架把它压得很近，这样拍出来的效果就比较好，因为你的前景的 subject 就会比较大，然后吸引你的读者的眼光一直往里面探究，从这个前景一直到这个湖，这个 pond 是个中景，然后到它的背景。这是在阿根廷的那个 Mount Fitzroy， 也是前景是我用了这点枯木作为前景，然后中景就是这个 Lake Capri， 然后背景就是这个 Mount Fitzroy， 正好早上的时候。这个是在非常有名的冰岛的那个冰湖 Yakusalong， 正好找到这块冰，用广角镜头靠得非常近，然后使这块前景的这块冰就显得比较大，然后一直领人的眼神一直往深入到背景的冰山。这张在那个挪威拍，一个小的雪丘在一个冰湖上面，
如果你想想，如果没有这个雪丘的话，如果单单拍这个冰湖，然后背后这个山的话，就缺少了很多意味。然后你正好找到了这个冰球啊，这个雪球雪山呢、啊、做前景，哎，这就让这张照片变得很有趣了。然后这个冰丘呢、啊、就会带着你的眼光一直深入到这个照片，一直到你的背景。啊，这个在那个智利，我们去了那个 Torres de Paine National Park， 然后出来的时候，哎，正好看到这个推土机啊，它的农业机械在它的牧场，而背景正好是Torres de Paine National Park 这个比较有名的几个 peak， 然后正好有一个 Lentilus Clouds 上面，哎，所以这张高头的话，就是我用这个农场作为前景，农场的机械作为前景，然后带领读者到这的背景。好，下一个就是单数。往往我们拍的时候啊，从美学的角度来讲，单数的在图构图的里面，往往是比较 visually appealing， 就是让人比较舒服的看上去。而双数呢，往往是让人要 wandering around， 就是你的眼光不断在这两边搜来搜去，搜来搜去。而单数的话就比较还有非常有活力。所以明显的，左面这张比右面的这张就要好多了。这在巴达哥尼亚啊拍的三个瓦纳狗，这也是当时五个人啊、五个在那个 Pushkar 啊 Camel Fair， 在印度的那个 Rajasthan 沙漠里面。还有就是图案和质地纹理，在我们去的很多地方，我们就不断的寻找不断的寻找图案，还有比较有趣的或者当地比较特殊的有什么质地啊纹理的东西。这个呢就是在藏区，我们去四川的藏区看到了那个一个藏家的窗户，哇，非常非常漂亮，非常非常 colorful。 然后就是他们的门框右边的啊，也是非常非常，我很喜欢经常拍摄这一点东西作为一个收集。这个也是，这个就是上个星期刚刚从Death Valley 回来，这是它的叫 Badwater Area， 这个是盐，它一个全美国最低的地方，的盐的蒸发很厉害，就形成了这种不规则的这种五角形，整个一大片的地方。这个呢就是用一个非常广角的镜头，我用了12-24 mm 的镜头，对，压下去拍。正好在日落的时候，那个光正好从侧面过来，把那个这点线下面的光打得非常好，这样把它的质感就出来了，这点盐啊，这点线条啊，全部都突出了，这光线打上去，所以日落的时候非常重要。这个就是红土地，云南很出名的中国拍摄的地方，一个地方叫红土地。不过这些年不行了，没有这么 colorful 了。这是以前在零几年的时候拍的，那个时候还比较，种的东西也比较多，所以你看上去像一个 velvet， 像一个毯子一样，有红的，有绿的，有黄的。这个在秘鲁的一个盐矿，就其实一层一层一层不断的他们在挖的那个盐矿，全部都是盐。拍摄这种纹理啊，还有 pattern 的话，你就需要把它全部 focus in， 把它们全部不要任何的在周边，不要任何 distraction， 就完全覆盖，用纹理来覆盖整幅画面。这是在也是在色达晚上亮灯的时候，这是它跟色达早上日出的时候做一个对比。你看，这是几乎是色达的我拍的一个比较大的全景画，在晚上刚刚亮灯的时候，可惜现在去不了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让你的主题啊充满画框。你看，同样这两个，我们有一次在加州路上，也是偶遇这一对小这一对 couple。你看这一张就明显了，你
像一个就是说普通的随便拍拍一样，你的背景啊比较杂乱。哎，这张的话就是我完全 focus in， 然后我用了一个 softbox 在他们portable softbox 在他们的左边左上方照下去，这样的话你就没有任何背景的干扰或者其他杂物的干扰，你就突出了你的主题。这张是上就去上个月刚刚去了那个 Texas 的那个 Swamp 拍的，这其实是一片树林嘛，都是树。然后呢，我用了一个技巧，就是说把镜头在曝光的同时慢曝光，大概是两分之一秒或者0.3秒的时候，你按下快门的同时啊，用镜头一点点往上移动一点，就快门按下的同时往上或者往下移动，这样的话就拍出的效果就会非常的有一种 dreamy 的感觉，像一种impressionist painting。然后你再后期处理一下，强化一下色彩，你就做出来的效果就像这样。这也是你看左边那个就是普通的你给我看到一个这在皮肉 alpaca， 这个就不够拍的，你不够长焦的角那个还是不够，因为周边有很多杂物。这样的话你要么就是用脚走得更近，要么是长焦拉得更近，把它充满画框，这样呢你就突出了主题，没有其他的任何的干扰。就是在印度，在印度拍，在这个圣城拍很多这种 priest 啊，你看左面这个就是也是用70-200来拍，但是呢还是不够近，我觉得他的那个背景还是太嘈杂，所以呢我走得更近，用70-200，希望我已经200块到头了嘛，已经到头了，我又需要走得更近，把那个，因为你走得更近的话，200这种长焦镜头会把背景更加的压缩，这样呢背景就不会来干扰你的主人公。这也是在原阳拍的，左面是个太广了广角，右面这个就是我 focusing， 我用 zoom 的 zoom in 就把这个人可以拍出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叫 contrast， 也就是对比啊。很多时候就是说对比其实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可以用，就是颜色的对比啊，叫黄色的飞机和那个蓝色的天空，因为蓝色和黄色正好是 complementary color 嘛，这样的话你的拍出来的照片就比较 vibrant。 complementary color 就是说 red versus cyan yellow blue green purple。 这个呢就是就刚才你看过那一幅画，这个是用 dark versus bright， 就是暗和明的对比，就是大和小的对比，这样把一个人放在这个瀑布的那个照片里面，就显示出你的 scale， 就是说大家就有知道这个瀑布到底会有多大。如果没有这个人的话，你也不知道这个瀑布会是多大，因为你没有一个 reference。这同样也是个 reference， 你看这是一个沙丘嘛，然后这里正好有一个人在拍，这是上次我们上个星期刚刚从那个 Death Valley 拍的，我们在拍一个沙丘，然后我们其中有一个同事的太太跑得很近很近去拍，结果他就成了我们拍摄的一个主题了。这个就是旧的 versus 新的，所以 contrast 就这种对比可以有不同的对比，色彩啊、明暗啊、光暗光线啊，还有那个新啊、旧啊，就看你的想象力了。另外就是不同的视角，这叫 Palace of Wind， 在吉普尔印度。那我们去的时候呢，它是个旅游景点，因为一般人的拍就是在外面，因为它就在街旁边嘛，一般人拍就这样拍一下或者这样拍一下就好了嘛。
我呢就喜欢走一下，周围都看一下，然后看看有什么比较独特的视角可以拍。这个就是我的解读啊、我往上拍，斜的往上拍，然后用一个10 stop 的滤镜，中灰滤镜，把那个云呢、啊，把那个云可以拉得很那个，像一个stream 一样。同样，这个也是，这个是在 Reykjavik， 在冰岛的首都，它的一个大剧院，有名的 Harbour Theater。普通的拍就是这样拍了，然后我想再拍出一点其他的效果来，那么就像用中灰滤镜把它拍出来，然后再把它变成找一个比较独特的角度，变成像一个金字塔一样的，然后呢再用中灰滤镜把那个云的效果拍得更加 smooth dreamy， 然后再变成 black and white。这个是原阳梯田用 drone 来拍啊，我们 fly the drone， 然后 straight down 90度对准地下拍啊，拍出来就像一个个interesting 不同的线条。这个呢也是我们的，就在印度的 Pushkar Camel Fair， 我们做的气球是第一个升空，哎，这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往下拍，往下拍的话下面这点非常 colorful 的气球都还没上来，这样就拍出了一个非常效果非常棒的一个图。然后还有一个构图的方法叫韵律。什么是韵律？韵律就是如果懂音乐的话，音乐是不断的有韵律在里面，不断的有一个某几个 music note 在重复，在运用到照片上面也一样，你用光和影也不断可以重复。这个是在就是上个星期我们在 Death Valley 拍的，我就用长焦镜头，在刚刚太阳升起的时候，那个时候光线还 very soft， 那的光和影非常非常的漂亮，这个沙丘的光影的效果非常好，那有一个长镜头把它拉进去，就拍出了光和影不断的韵律的重复。这个在元阳梯田，元阳梯田也是啊，它这个不断的，它那个曲线不断的重复，也是一种韵律的重复嘛，就像 music notes。这个是 Palouse 啊 ，the East Washington State， 那里不断的有 rolling hill， 就是在快太阳下山的时候，也是光和影，然后它不断的它那个 line 啊 ，organic shape 啊，就不断的在重复。这是霞浦，也是霞浦是收海带的时候，这一排排的海带就像个 music notes。OK， 所以归根结底，我们去拍照，其实拍照的核心是什么？就是追逐光线。你要有，永远是追逐最好的光线嘛，你要拍到最美丽的光线，最色彩斑斓的光线。那为什么？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喜欢日出的时候去拍，日落的时候去拍，或者拍极光啊，什么都是这样。这一张就是在上海，苏州河上面拍的，一天那个早晨日出的时候，非常非常漂亮的日出。这个呢，正好在那个挪威的 Lofoten， 那天早上的日出也非常非常的绚烂。而且正好在这个渔村，他那个时候灯还亮着，这个灯 very warm light， 然后这个其他的地方叫做蓝光，就非常 cool， warm versus cool， 然后你是日出的时候那个 sky 就 magenta color， 然后这个日出的光打在这个山上面，哇，是形成了 warm light versus blue light， warm light cold light， warm light cold light，非常舒服，这个照片看上去就非常漂亮。然后你看20分钟之后日出了，被云遮住了，光线就没有了，而且你看这个 village 里面灯光也没有了，这两张照片一对比，马上一对比就出来了，哪张照片效果好，哪张照片效果不好。
这也是，就像我们在上个月在 Swamp 拍的，在冬天的时候，在 Swamp 有一点很的，在温度低的时候，每天早上会起雾啊，那个时候其实是最漂亮的时候。那个 Swamp 早上起雾的时候，那个光线非常的柔和，你拍出来效果就非常非常 dreamy, like other world, 有一种 other world feeling。哎，右边就像这刚才我们看到那张照片，正好是它在日落的时候，那个光线非常的 warm。照在这个树上，就把这个树上照亮了一样，完全两种不同的感受。就是在缅甸拍了一个小和尚在扫地，哎，正好他那个扫地扫出了灰尘了，哎，正好早上太阳日出的时候，上面正好这个 canopy 这个树把那个太阳挡着，然后你用小的光圈，这个光圈是 F16 或者 F22, 你就会把那个 star burst 照出来。正好这个 star 它被那个太阳光被那个树叶遮挡一点，正好形成一个散射的效果，然后你用 F16 或者 F22 就把那个散射的效果可以照得非常好，然后它正好这时候有那个灰尘的，这个灰尘会 glow, 就太阳从背后 backlit 这个灰尘，哎，就形成了非常好的 glow 的效果，哎，这把它的 silhouette 突出了。这也是正好这个牛车经过的时候，它扫出了很多的灰尘，哎，这个灰尘之后通过被阳光的 backlit, 哎，正好造出了一个非常 dreamy 的效果。这张呢也是早上日出的时候，刚刚日出的时候，那个它的角度非常低，然后我们在 Bolivia 的那个 high desert 里面，那个正好在很多石头的地方，这个石头的倒影非常非常长，我正好站在这个两个石头的中间，太阳光正好把我的背影照得非常非常长，那我就用我的这个 silhouette 作为这张照片的主题了，我拍我自己，我用了24毫米的镜头啊，这样就手持就把它拍下来，那身上挂的正好是另外那个相机的，挂了一个100-400的镜头，你也看得到。这个是在桂林那个景点，正好每年十月份太阳正对着照下来的时候，啊，早上拍摄正好有雾气，然后下面的漓江正好有船，上去，它那个 wake 后面的那个波浪，整个把这幅照片看得非常舒服。就在秘鲁这个5000米的高山上，叫 Rainbow Mountain, 靠近 Cusco 那个地方，那个上面我们上去了以后，快要接近日落了，正好日光从那个云层里面穿出来，把那个山脊啊照得一块明一块暗，一块明一块暗，非常非常漂亮，有一个种韵律。我就喜欢这一种比较斑驳的光。往往拍出来的效果非常好。这个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霞浦的日出，在霞浦的东壁，它前景正好是这点那个它的那个 mudflat 里面那个围竹子一片一大片，然后背景正好这个日出啊，正好这个最好的日出被我们碰到了，那个光线那个色彩简直是很难求啊。就在 Iceland 的那个 Ice Beach, 我用这块冰作为主题，从低角度拍它，然后太阳刚刚升起，天空非常的漂亮，照到这个冰的上面也形成了一种 glow, 这种 glow 是非常有趣。然后这个也是那个上个月在 Swamp 拍的，那个太阳从背后 backlit,上面的那个 moss, 树上面长满了各种各样的 moss, 然后这个树叶红色的从太阳从背后照上去，哇，那个 backlit 真的是太棒了，又有色彩又有明亮明暗的对比。这就用400毫米我拉把它全部拉成正啊。这个呢又是一种不同的光，在黄山那一天正好拍到了很有名的黄山的雾，
黄山的雾真是太漂亮了。它会形成不断的在动的话，它会不断的形成不同的 layer。这个就另外一种光线了，非常非常的柔和。哎，这一天桂林的日落的时候，哇，那个日光正好从云间的一个裂缝里面穿出来啊，照在下面的山上，还往上走啊，非常非常漂亮。这个在 Mandalay 很有名的 Wuban Bridge， 在缅甸的 Mandalay 啊，我们在那里拍日出，在船上等日出日落，在船上等日落，这个正好在日落的时候在船上拍的。所以我的构图就要把日落放在这两个桥墩的中间。所以我不要我不喜欢把这个日落跟 touch 任何桥墩。所以我要等到这个日落，或者把船移到这个位置。正好把那个日落放在这个两个桥墩的中间。形成这个构图我喜欢。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backlit， 就是太阳直接从背面照出来。就是在我在内蒙那天零下35度，我们在拍的时候正好有一个人带了一桶暖水，然后零下35度，怕那个暖水往空气中一洒，就马上变成冰，像爆炸一样。然后 backlit 就形成了非常漂亮的一个照片。这个呢，在智利的 Torres de Paine National Park， 这个呢是一个月光照，这个是月亮，那天晚上拍的，用的麦明，然后月光正好倒影在这个湖上，正好这个最有名的这个山在背景，这个在 Mono Lake， 在California 的 Mono Lake， 它那里有很多这种 calcium， 就是钙形成的一种石柱，就在湖的旁边。那里非常适于拍那个晚上拍银河啊什么，因为它里面有光污染，非常明亮啊。那个天上非常，到了晚上很明亮，所以拍银河非常。我就把那个银河构图啊放在这两个石柱的中间。这个呢是拍了那个 Star Trail， 拍了一个半钟头，就不断的拍，每个一秒钟拍一张，每个一秒钟拍一张，然后最后再合成。这是在就是上个礼拜去的 Death Valley 那里有一个正好一个 Ghost 的雕像，用它作为前景，然后 Star Trail 正好找到北极星，正好在它的上面，用它，然后那个 Star Trail 就是背景。这个是冰岛的最有名的草帽山的极光。这个是我们所住在挪威所住的 cabin， 然后那天晚上的极光直接就在我们的 cabin 的上面，所以我们一出 cabin 就可以拍了，用我们住的 cabin 做那个前景，然后极光就是背景，就是看到挪威的那个极光。还有一个就是我经常会像原阳，我会经常四季各不同的就回去拍摄，因为它那个你的风景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同的季节也有不同的风景。这个老虎嘴这个地方，就是这是在一月份，梯田里面充满了水，到了太阳落山的时候，倒影非常漂亮。哎，然后你看这个就是八月份的时候丰收的季节，那个 rice 全部熟了，就是黄颜色的，然后你就看不出那么多的线条来。然后这个就是在两三月份的时候，那里的梯田基本上有的有水，有的已经有一点绿的东西长在里面了。然后你看到了五月初的时候，那是播种的季节，然后我又回去拍，那你就可以拍到各种各样不同的类型的，有开始有人活动了，因为插秧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啊，你看人在梯田里面插秧啊，你就会拍到各种不同的场景。所以有的地方需要不断的回去拍，拍到不同的东西。OK， 哇，一个半钟头了。
我想今天就跟大家讲这点吧，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谢谢，辛苦了。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抓紧时间问一下，请教一下于老师。请问一下，去印度是不是比较很麻烦的去拍摄？麻烦是不麻烦，关键印度就要跟对人。印度是很特别的地方，它就比较脏嘛。如果你不注意的话，饮食方面不注意的话会出问题。还有就是说女性单独不要去拍，最好是跟团。因为印度会经常会有这种侵犯女性的问题。但是呢我们这种团体的去拍的一般都会，因为我们就是整团出整团进，不会什么单独的去走，所以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印度我很喜欢印度，为什么？我不是因为它脏才喜欢，因为我们住的都是五星级的酒店啊，吃的都是最好的东西，然后永远是瓶装水，包括刷牙也是用瓶装水，所以一般我去过三次，我们的团基本上都没问题。然后拍摄的时候也是，大家基本上就在几个人几个人集合在一起，不会让一个人单独的绕跑，这样不可能的，也比较危险。但是印度实在是太漂亮了，北印度和南印度也不一样。北印度呢，你可以拍各种风景比较多，然后呢，就北印度的人不大喜欢被拍，还南印度的人非常喜欢被拍，所以拍街拍的话，去南印度是最最好的。我最喜欢的就是拍街拍的话，就去南印度，一个村庄你可以进去拍，人大家就请你到家里去拍，然后个个都穿得非常的鲜艳漂亮，所以我觉得印度你如果跟团去，有经验的团，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就不要一个人自己去，或者只有两个女性自己走，这样不安全。那你跟团是不是当地人带你去，是不是？对，我们去的话，都是有专门当地的拍照的，知道怎么拍，到哪里去拍的当地的导游，不是带旅游团的导游，带旅游团的导游不知道拍照怎么拍。哦，那社长现在不可以去了。现在不行。印度现在谁敢去？不是，我就是说我们外国人进不去，现在已经根本进不去。印度我不清楚。那不是社达。社达不行，社达现在外国人，因为我也是外国人，我不是中国人，所以社达你拿外国护照了根本就进不去，你只有拿中国的身份证才进得去。哎呦，那就没机会了。对啊，因为社达从2016年开始就关掉了，对外国人关闭了。哎呀，没机会了。谢谢老师，谢谢。不谢不谢。老师，我想你能重复一下之前讲的街拍有一个叫用 F16。对。那个能够重复讲一遍吗？ OK， 可以啊。F16 的话我就简单一下啊。这个方法呢是专门针对的35毫米的镜头。就是标准的街拍镜头一般都是35毫米嘛。然后你如果是在晴天，记住一定要在晴天。all right， 然后你把相机放到 F16， 然后全手动 F16， 然后 ISO 400。然后快门1/400秒。当然这是一定要晴天，如果光线不是晴天会暗下来，那你就要调整了，把 ISO 调到800或者1600，你要根据光线的情况你拍一下，你看是不是太暗的话你就要增加你的 ISO。因为你不要去减慢你的快门，因为减慢快门的话，你拍路人的话，你超低于1/200秒的话，有的时候会抖掉。或者有的时候会模糊，因为他们是走动的嘛。所以尽量保持1/400秒，不要去动快门，你要动的话就动 ISO， 你用调节光线就用 ISO 来调节，你的光线太暗了就 ISO 往上升。因为街拍的话你就稍微有一点噪点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传统的街拍的照片基本上都传统的话都会有点噪点，所以人们就比较适应街拍的照片，尤其是把它调以后，你后期把它做成黑白的，就噪点就根本不会有什么问题，而且现在的相机基本上
噪点的话，你就把它调到 ISO 800的话，1000类的话，噪点也不会是很强的。然后呢，就是说，还有焦对焦，你对焦就对到3米，就事先用手动对焦，对到3米就不要动了。然后就是从 1.5 米到 infinity 就到无限远都是清晰的。这样的话你就不用，你一旦就对好，把你的对好焦了，然后把你的那个 exposure 全部弄好了以后，那就没问题了。啊，明白。那你就那对，那你就完全就会 focus 你来怎么构图了，拍摄了。啊，好，谢谢，明白了。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因为于老师去了好多地方啊，他的经验是非常好，刚才大家听的时候就很清楚了，就所有点都说到很重点的地方，所以对大家的那个理解也是很好的。那有什么问题我们就要抓紧这个机会来问哦。OK， 我就谢谢大家今天能花这么多的时间来听我的讲座。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们可以去我的网页，你也可以通过 chat， 我的网页上会有 chat， 你可以在那里提问，我会尽我努力来回答。那好了，那今天晚上也晚了哈，辛苦于老师了。啊，不辛苦。好，谢谢老师。谢谢。好。好了，再见。谢谢老师。再见。嗯，好，大家新年快乐，因为我们对 Merry Christmas。Merry Christmas。